超級今集我哋嘉賓有悠悠同埋 Joel， 歡迎曬兩位，真係特別歡迎曬 Joel， 第一次上嚟我哋超級，好興奮，係感覺如何啊？超級，好正咯，係要多謝超級俾一個機會我做一個作品展咯，因為歌唔多，我唔理你咁所以咧今次係唱曬我寫嘅歌，咁我當係作品展啦 ，Joel 作品展啦，係啊，我哋咁嘅榮幸嚟嘅，真心，我嚟㗎。真係 thank you， 我哋都好開心，為以前嗰兩位上嚟啦，咁亦都要即係恭喜曬 YoYo 啦，啱啱完成咗你嘅演唱會啦，大成功啦，咁啊呢刻心情如何咧？即係係你開過最大型嘅個人演唱會，我覺得我要瞓翻一個月先得，多謝佢做 MD， 係佢做 music director。咁呢一個即係契機又點嚟咧？即係當初點樣邀請翻 Joel 翻嚟？因為我知道要做一個比較大型嘅，但係我又未好耐冇喺香港開過 show， 咁我咪打俾佢，喂，你不如翻嚟幫我啦，我考慮下啦，係啦，你考慮下啦。咁成個即係游說嘅過程應該唔好耐啫，係嘛？佢應該阿 Joel 咪好快就應承咗噶啦。我開頭有啲驚嘅，因為我驚 deliver 唔到佢想，即係佢嘅 standard 好高嘅。係。咁我就有啲驚，啲牛底。驚真係好學啫，我都係佢好學嘅啫。唔好講啦，好驚咯。係。咁但係佢話 I really need you， 就係呢句，憑呢一句，我就 OK 嚟啊！大家都好掛住你嘅 Joel 啊，信心係啦，大家都直喊我啊！哎呀，真係係啊，好容易喊喎！我冇玩呢啲。咁頭先都講咗啦，即係今集就即係唱好多你嘅作品啦。咁選歌方面啦，你嘅心水即係點樣嚟咧？呢個構思嚟兩位今日呢個歌單，因為我好熟佢，因為我好多 demo 都係我有份唱，所以我熟佢寫過俾人係啊，咁我又冇機會。真係表演過嘅，有啲我哋又喺我自己嘅表演，有時候即可能會唱咗 demo 嘅歌詞咯，即英文本身嘅歌詞，我好想好想俾人聽到呢啲本身嘅樣啊，呢啲歌詞，係啊，嗯，出嚟。其實人車嗰 part 咧，係你慣唔慣嘅咧？即係你係唱開和音噶嘛？係啊，即係人車字嗰只歌。係啊，咁你今次即係唱翻。我要跳一跳啊！係啊，其實嗰啲歌咧，我都真係好多都係我戰和音，或者唱 demo， 所以我係冇唱過 melody 同埋歌詞嘅，好多都係啊。同埋我自己啲作品咧，即係我自己作自己編同監製嗰啲咧，我係未唱過主音嘅，所以今次係即係有啲怪咯。係因為呢啲好多都
冇機會表演啊，平時，所以我覺得有機會介紹俾大家聽，其實呢啲好似舊歌，你都可以當新歌聽嘅。係，因為從來冇試過咁樣去演繹啦，呢件事都。喂，咁嚟緊咧，即係兩位即係Joey 都翻到嚟香港啦，咁嚟緊會唔會即係有啲咩繼續搞作啊，或者有啲咩即係新嘅 project 準備咗噶？我就想翻加拿大放假，你咧？我係會翻加拿大，係啊，我想放假。頭先已經問咗，即係我頭先同阿 Joey 講，之前冇時間睇你嘅 show， 跟住佢話加四年啦，你唔係真係等四年噶嘛？唔係，即係差唔多啦，四年一次，四年內咯，即係三年。兩即係睇下點啦。如果即係佢再搞 show， 你都會翻嚟講？哇！而家已經擺我上 table 啦，喺電視機面前講咗穩陣啲嘛。哇！好啊，唔答唔答，好啊，咁我哋唞一唞咯，我定可能唞一唞會答得咧。係唞一唞好。好，我轉個頭繼續唱歌。繼續翻到嚟 Chill Pop， 我身邊繼續有 YoYo 同埋 Gerald。今日你哋兩位都帶咗你哋嘅新歌啦，包括咗就係《這裡》啦，同埋《Happy Me》咁啊，不如 Gerald 介紹先啦，《Happy Me》呢首歌來源點嚟啊？要好多謝一個好出色嘅音樂人 Alan Lau。佢一年前揾我想唱呢一隻歌啦，因為佢自己佢話佢 handle 唔到喎，佢話得我先 handle 到喎。係。咁我開頭佢寫噶，佢寫佢編佢監製，我淨係擔任歌手呢個身份，第一次，即係第一次，一千零一次自己 solo 嘅歌。個人作品。所以有啲緊張，但係亦都好興奮，因為呢隻歌touch著翻我咯。因為即係疫情啊，就個歌名都係啦 ，Happy Me 都係一個。即係講翻我自己本身，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有少自嘲啦，同埋都即係冇乜所謂咯，即係人哋笑我，咁啊笑埋自己咯，即係 Happy to be me， 係咁樂觀嘅 ，yes， 係咁，同埋要多謝夏至啦，即係好屬於我，同埋好講到即係內心性。Yeah, totally. 真係好難得喎！你唱唔係你寫嘅歌，唔係我寫，唔係我編，係我監製，淨係飾演歌手呢個身份。係啊，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咁啊，嗱，你嘅作品咧就亦都關咗佢事嘅。係，我就佢寫咯，我就唱佢寫嘅歌。咁啊，這裡呢個典故又係點咧？這裡就好耐之前寫㗎啦，這裡係我十幾歲嘅時候唱 demo 嘅一隻歌嚟嘅，所以應該都有。都有翻咁上下嘅，都幾有一排啦，唔好數啦，都廿年到嘅啫。填詞方面嘅古仔亦都相當之有趣。係填詞嗰位都係第一次，即係嗰時佢十幾歲，第一次做練習。好多第一次喎，原來呢兩首。就係都係佢啲嘢咯，即係佢有啲 demo 揾我俾我幫手唱啊咁樣，因為佢唱唔到女仔 key， 咁我就有得唱咯。然之後啲詞啊，又係佢又係想試啊嘛，陳慧謙嗰陣時。係，即係其實呢兩首歌都各自有好多唔同嘅第一次。都幾有趣嘅緣分。喂，咁我哋呢個環節第一次出嚟唱歌應該邊個啊？好 ，Joey 啊 ，Joey， 我哋一齊聽 Happy Me。事业为然号，落空城未能做到，从
同人競爭招數歪曲態度，現在慢活啊路來熱情自由擁抱，原來國際統生受誰人討好，風景不見心思境改變，想得多想發呆，我為講真我領先，能低卻最悔絕不給自配，今晚再飲杯 Cause I am happy to me，前向步有分數，入門也要有力度。Happy to be me， 我是我做到，全手玩總夠膽，從來生死都歡度。我知我都好 out of and I don't really care， but you tell I know I don't care。喜欢穿插海水，喜欢回群友，喜欢清风吹过两袖来恭候。Happy to be me， 自我一套，若是向步有分数，就也要努力多。Happy to be me， 我笑我懂，随时想玩总有胆，从来生死斗不到。有分鐘又不知怕幾時到， Happy to be me， 我想我早到，隨時想玩多美好，從來我不慣讓步。世眼人是我的歌。
好，身邊有張曼芝主持你好。你好，今日你帶呢個作品咧，就係 Panda。Panda 呢首歌嘅來源係點樣咧？呢首歌嘅來源係因為我真係有一對深深嘅黑眼圈啦。咁而因為失戀啦，咁成日都會好夜瞓嘅。其實不嬲都夜瞓嘅，不過呢一首歌就係想講，即使夜瞓，即使有黑眼圈都好，過得好，怕咩單身，失戀都唔使驚。多咗時間用怕咩咯？係啊。好，咁啊呢個時候將個舞台交俾你啦，好嘛？多謝。好，一齊聽下 Gigi 嘅 Panda。超級推介榜十首上榜作品，第十位新上榜 CY 陳中澤神經刀，參加完全民造星兩年之後 ，CY 終於正式推出嘅第一首個人單曲啦。呢一首出道作一睇歌名就知道佢講緊自己啦。歌曲嘅班底仲有吳林峰作曲同埋黃偉文填詞，再加埋黃湘俊編曲同埋監製，呢一個陣容點都要聽下啦。第九位新上榜 Serenity 樹木真理，如果有留意 Serenity 以往嘅作品，應該都有留意到佢上一隻大碟封面嗰一架粉紅色跑車噶啦。而喺呢首新歌 MV 入邊 ，Serenity 親手將呢一架跑車摧毀，寓意嚟緊將會告別 Gwendolyn 時期，跟住落嚟又會推出咩風格嘅作品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啦噃。很怪，狂野點火，姿態自我。第八位，上個星期第九位，今週上升一級 ，Anson Bean Rise。第七位，上個星期第六位，今週下跌一級，側田 featuring Eric Kwok 老夥計。第六位，上個星期第八位，今週上升兩級，吳林峰土撥鼠之日。星期第二位，今週下跌一級，鄭欣宜，我哋。
第二位，上个星期第四位，今周上升两级，心灵二，谢良。第一位，上个星期第五位，今周连升四级啊，泳儿，早上37.2度，上榜八个星期，终于嚟到冠军位置，恭喜晒你啊，边子！非常之开心，早上37.2度可以成为今期嘅冠军歌，好多谢大家喜欢呢一只歌，亦都会希望咧，大家无论喺生活上遇到乜嘢状况都好咧，呢只歌可以俾到温度大家，陪住大家保持住生命中嘅热血。
散过山，无穷视野，记忆久恒。
再次多謝 Cheryl 和悠悠，希望你哋兩個今晚都開心啦。So much fun. Yeah, we have so much fun as well. 咁就當然都要多謝我哋 Sugar Man。時間差不多了，再繼續有不同的歌手上來繼續玩過了，我們最後六個字，下次快點再見，耶，拜拜。